我们现在就到了宁夏武警总队固原支队的机动中队。 这个真的比电影里边要刺激多了，现场看，这太不容易了，这肯定是你们长期训练的结果吧？就是，咱们体验一下这种锁匠，好不好？太棒了！太久没练了，可不是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安全第一啊！慢点儿，OK。 比我们练的大概高两层楼，还挺累的。大家好，高上了是吧？这边是什么馅儿的呀？白菜肉馅儿的。到这儿之前，我只知道一个将台骨会师。来之前我就做了一下功课，就发现咱们这个固原啊，是宁夏地区到现在为止营业时间最长的革命根据地之一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。这革命火种啊，薪火相传。 家人会不会特别担心你？我媳妇报忧嘛，真棒！因为我们之前呀，在烈火英雄的时候也军训过，当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个天，后来我们是穿着那个消防服，也特别热。在特种环境下，我们还能保证我们的有效的这个活动力啊。所以你们天天这样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。 在包饺的时候啊，当战士们说起来跟家里边报喜不报忧的时候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我觉得特别的感动，就是在辛苦在累，在他们看来，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都是值得的。所以我觉得要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武警战士们点个赞，点赞，特别棒，好样的，特别棒，富江，富江亭亭太棒了，是不是？其实一直非常向往来我们红色根据地的老区，这是我们长征。 胜利的一战，六盘山是长征翻过的最后一座大山。今天见到先锋中队的战士们，希望大家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，可以发挥咱们的长征精神，不怕吃苦，不怕牺牲，不怕累。谢谢大家。好，三位呢，作为文化志愿者来到这里啊，要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慰问大家。大家看我们身后的这个大屏幕，可能已经猜到了吧？ 他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他们主演的，而且是目前正在热映的电影《烈火英雄》，怎么样？大家想看不想看？想！因为要把各位英雄的形象搬上大荧幕，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是非常，光荣、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。其实真正的英雄是大家，是你们。 小明在电影当中这个角色其实是有真实的生活原型的，是吧？原型叫做桑武，在那次事故之后成为我们的最美消防员，这个电影就是向我们的这些英雄们致敬，因为他们才是在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。那杨子呢，对于诠释这个角色应该有着更加深刻的感悟。 因为我知道杨子的父亲就曾经是一名消防员，是吗？对，我在年龄很小的时候，经常就是很晚的时候，爸爸会接到电话，然后就出去，可能一个晚上都回不来。后来长大以后，爸就会跟我说，他其实每次在出去的路上，他就会想着说，他希望能够活着回来见到我跟我妈妈，就是能够平安回来看到我，就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。